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小谢。今天呢，我是去参加我的公民典礼，就是你成为公民的最后一步，会拿到你的那个正式的 IC。这段时间这几个月呢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，我一直都用的是我的，就是我的这个原来的那个 IC， 但是被剪了一个角。就是这边被剪个角，然后呢跟一张纸这样子，就是一个临时的那种 IC 啊，这样一张纸。然后我今天呢就是去参加那个公民典礼呢，他会给我一个就是公民权的一个证书，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正式的那个公民的那张粉色的 IC。 终于要拿到那个粉色的 IC 了，拿到粉色的 IC 就是已经就是新加坡人了。其实在几个月前就是你被批准了之后你已经是新加坡人了，就是说这几个月没有正式的 IC 而已，现在去拿一下，以后就不用再用这种临时的了。好，我女儿还没起床，我现在就赶快叫她起床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今天就是基本上把自己的好行头全都放上去了，自己好久没穿了一款黑色的连衣裙，这个连衣裙呢好久没穿了，就是不太适合我平时的装扮，然后像今天这种正式的场合就可以穿一穿。它侧面是这样可以露一点肉的，但是从这正面看又非常的正式，然后当然会背上我的小箱啦，这是我最好的包啦。好，等一下我会穿上，应该会穿上 Chanel 的，等一下看看是 Ferragamo 那双鞋还是 Chanel 那双鞋，反正就这么几双好鞋，挑一双适合的穿。宝宝，妈妈起床啦，快起床了宝贝，妈咪你穿，快，小宝还没睡醒啊，他非要带这个 Elsa 娃娃去。好吧，想带就带咯。我还给 Elsa 抹指甲油。给 Elsa 抹指甲油，你看你给他抹的，人家是皇后。可是他喜欢蓝色，可以给他抹的甲油。哦，你挑的还是适合他的颜色呗。他会喜欢蓝色。他会喜欢蓝色。OK， 好，快点刷好啊！妈咪要订车了，我们要走了。Madam, ten, two, one. 别晃我！ Oh my gosh, 那个收视员。Madam Angela Kang. 我说女孩呀。Madam Shirley Ang.